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次的话来试玩这款游戏《武林英雄传》国际版。目前华山论剑衣服已经开了，那这款游戏其实之前在其他平台是可以下载的来玩的，那这次双平台推出了，有好多种诶，我们以妹子为主好了。少林，少林，我想说有妹子的少林。哪一个会比较好啊？雪刀大理逍遥派，这个好了。这个成玄角流派好多、哦，感觉不赖哦。徒儿，快起床！今天为师教你，在这里学习。把所学武学设置为上阵吧。去江湖成长之路中，小试牛刀吧。这是战斗中的聚气，战斗哎，聚气值满了，就能施展武学栏中的武学。武学是按顺序轮流释放的，按顺序释放的。这次还不赖，他在战斗部分呈现的还算 OK 啊，有高于我心目中的预期。角色页面呢？下面为师教你门派内功，门派武学。现在把门派内功上阵吧。第三个武学，你的门，让为师告诉你。喂，哇，连圣诞节都有特别的页面了。千机阁、野球拳，为师马上教你如何学习江湖武学。我们需要升级武学，接下来在江湖历练。挂机系统是24小时的，江湖历练。这个、其实就是领取挂机收益的意思啊。获得了那么多的学习点，现在将野球拳。哦，我现在有四套武学了。继续闯荡江湖，在满足条件后，在这里可以成为二阶弟子，习得更厉害的门派武功。武学部分有超过1000多种诶，这武学部分就是这款游戏最大的特色了。好像有跳过嘛，对。哇，按到了，真的很放置哎，啊，外功礼盒，
VIP 经验。嗯，刘健。给的还好，没有很多东西耶。您可知西域新秀海有一支派为我师叔所创？现在好像只能推关卡了。互换好了，刚刚有看到点评耶。医卜星象，五行八卦，无所不通，无所不解。经脉还不能开通。哦，100元宝，每日悬赏。千机阁，旧伺服器开，旧伺服器开到了19伏了。千机卷。再来，横33/4，背包，选择什么啊？无相截止好了。银宝箱，好吧，那我们再配一下好了。奇美五行棍。无相截止，野球拳，33/4，这边是修行，还没解锁的样子。本质上就是放置类型的游戏啊。好吧，继续来放置。奇美五行棍，无效截止。哦，释放五血的时候还是会有配音呢，这一点还算不赖。Oh!
黑五行棍。好吧，那么这款就简短的玩到这里啊、哦，剩下就是要推关卡了。那，感觉在一开始的福利部分不是给的很好。游戏还算可以啦，这类型的相信还是会有不少玩家会想玩的，毕竟它，它这个武学系统还蛮特别的、哦。那其他的可能就是要把关卡推过去以后才会逐一解锁咯。好吧，游戏就简短试玩到这边，大家拜拜。